喝牛奶后搭长途车，忍不住替朋友受难。我跟阿达去美国玩，就想说不要规划行程，直接跟团。第一天到了美国，我就喝了牛奶，我就上了游览车，还要开大概一个多小时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下一个点，就没想到。突然间肚子就开始翻滚，是喝了牛奶。那个牛奶，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乳糖不耐症。阿达就是一直这样，还要安抚我的情绪。今晚七点，东森中国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